世界十大富豪区有三大在中国，除了香港的浅水湾、上海的陆家嘴，还有一个就是深圳的梅沙湾了。今天要带大家看的一套房，1000平，价值2.66亿。其实这些年我在全球看过的豪宅不少，那这栋虽然不是最贵的，但我觉得它是最有意思的。它的全貌是这个样子的，一座半岛上只有42栋别墅，每一套 house 都至少1000平。这些房子就像是镶嵌在群山之间，站在这里呼吸着 24K 纯氧，感觉整个空气都是甜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别墅位于山顶，北面是延绵起伏的梧桐山，正面是270度的半岛全海景，背山面海，位置一级棒。现在我觉得我是这片山海当仁不让的主人了。这套别墅啊，一共有3层，共3000平米，从房子的这头走到那头啊，都要5分钟。走。超大的玻璃窗，在房间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欣赏到浩瀚的海景，这才是真正的豪宅。不过呢，据我观察，这边很多房子都空着，有钱人不住也不卖。真的是有钱任性。像我们大家嘛，还是可以没事的时候来大梅沙看看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是点点，关注我，看房不止一点点哦。